原标题：毛泽东时代十大奢侈品，你家还有吗？在毛泽东时代，人们最常用的是什么？而以下这些奢侈品，当年你的父母可能拥有过：北京牌电视机、天津产灯塔、肥皂、凤凰牌自行车、海鸥牌相机、三角牌老铁回力球鞋、上海牌手表、手牌隔离油、飞人牌缝纫机。那时候的名牌产品质量很牢靠，但当时很难买到，而买很多东西都要凭票。凭票供应年代人们抢购的景象，岁月流逝抹不去中华民族的记忆。而正是在毛主席的带领下，才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。他令人敬佩和尊重，虽然他已经离开我们42年了，但他永远活在亿万中国人民的心中，让我们永远缅怀伟大领袖毛泽东。护园长歌，由芒果 TV、 湖南卫视、湖南金鹰纪实卫视联合出品的5集文献纪录片《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故园长歌》，分别通过5期节目，从毛泽东与故乡的线索出发，追寻他的乡情、亲情、爱情、父子情和师友情，展现他的初心，讴歌他崇高的品格、宏大的志向和为理想奋斗的勇气。1938年春，毛泽东的《延安窑洞撰写论持久战》。1949年，毛泽东与毛岸英在香山双清别墅。1951年，毛泽东和李敏一起看影集《毛泽东的睡床》纪录片《故园长歌》，共分5集，分别为《别梦依稀》《独立寒秋》《我是骄阳》《俏不争春》《长岛人歌》。节目组用100天的时间，90人组成的突击队奔赴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、武汉、德阳、延安、南昌、瑞金、乌鲁木齐、长沙、韶山、莫斯科等地，完成拍摄和后期制作，创造出了重大高质题材文献片。导演组在莫斯科进行拍摄，就让我们怀着对毛主席的无比崇敬之情和挚爱之心，一起观看纪录片《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故园长歌》。点播地址：江阴广电高清优电视栏目回看人文纪实编辑九亮源的转载，请注明出处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